还有谁要归零吗？1000块，有没有？没有了哈。好。啊，还要吃什么？好，五百。啊，虾仁如果包200，虾仁500块，500哇！啊，你鱿鱼花先买啊，你拢来300块了，全部300块，有没有鱿鱼花的？无啊，我就是三个人给100块先买的，啊，100先买，100块，鱿鱼花，哦，我来买哦。我叫我扛下了来，下头前来。我下底啊，卖要下班啦，你不要无讲你买啥，过来卖无？下头前。我够粗烂啦你。下底啊，来100块，偏帮炒大米，炒米粉基地也没有人需要你讲话啊，你要看就看，也没有人需要你讲话啊，懂吗？也没有人需要你打字的。你以为你打这些世界就会变更好？你会变更好吗？没有啦，卖光啊，别傻了。嗯。没有了。等一下。你以为线上有人会在乎你吗？不会，只有我会酸你而已。Benny， 哎，今天比较晚上线啊 ，Benny。啊。土城的价格比桃园优惠没有啊？要看他每天的进货成本啊。蛋牛，蛋牛他今天鲈鱼能卖成这样，就表示他今天鲈鱼应该标的很低价，价格。我，哎，要不要花钱啊？你，啊，你多少菜了？快走，要不要花钱？啊！你给我宝贝落去！我笑死我！那是谁丢老了？菲尼刚忙完哦，还是在准备要去英国？今天是马来西亚的节庆吗？要不然怎么会放假？
来西亚独立日不是8月31号吗？那今天9月16是什么？那现在蒙语乱的哈。今天是马来西亚联邦、北婆罗洲、沙拉越跟新加坡的马来西亚联邦日。我想说，你们上个月底不是才过独立日吗？怎么今天又放假？原来是联邦日。我无甲你勉强啦吼，还个人也无500块，500，无啦吼，谢谢，感谢你。无物件，我就请。后底拢甲你摆好啊，这500个啦吼，500个还要剩恁摆啥吼？甲你会甲伊挂？我不挂，甲你挂起起来，我分分的来。马来西亚有很多假日，假日很多，那代表假日都要花钱呐、啊。那假日就可以叫卖了。哎 ，Pon Line， 感谢你的 Donate， 哎。我这500块。感谢你的咖啡钱。我这个弄了你个500。好啊好啊。卖贵了，卖贵了。卖一千。来，蛤蟆我给看你。那一桶他们自己有频道，他们自己有播啊，你去看他们的频道就好啦。一桶你要看家一招又停了，你就去看他自己的频道就好啦，他有频道啊。哦，这蛤蟆只开2%。好啊，无啊，530，500块，来，过来，不过就吃，搞人要错人啦！要什么？错人啦！什么错人啦？500块好不好？再多买300啦！来，1片、2片、3片、300块、4片来，5片给你，6片的300啦，这五刀掉，啊，全部一个啦，你等于打针掉了哦。偶然啊，可是一想到要替那个 Benny 做规划，那我要学马来语，要不然我怎么会知道你们的那个双关语啊，或者是在地的俗语俚语啊？怎么吸引客人有兴趣？生意要生意，好啊，来到了，一点过去。还过来卖不？无啊吼！来这卖。所以我需要那个菲尼帮我准备一个32G、24、32的那个家教老师。